演的啥意思？那男主人不是那个……哎呀，算了，你这种智商不能理解也比较的正常，我的好兄弟。好意，玩吧，是打野吗？啊，是打野。自从看那个寄生虫就没赢过，那不是人的电影的问题。没事儿，赢赢输输很正常。游戏不可能只能有赢啊，上一把打不过，运气不行呗。那我们不也躺赢过吗？无所谓了。一上来平 A 平 A 平 A，一小兵，上野区找王吧，王吧打野挺慢的，看看他的。上来呀，青钢影。一平 A 往后拉，往前走 A 接 Q，小亏一波。一 A W A 接双 Q，走一走，好 Q，骗了个点烟，可以接受，溜了。假装草丛回家，让他难受，我们回家。常见，这蜘蛛这么长时间。不收他们家红 buff 吗，兄弟？你就一直在这等啊？我觉得那王八应该没那么能忍。我靠，这王八这么能忍！收一下，一阶平 A，我靠，我的炮车！该我了。我说句实话啊，以后打青钢影不行，我也不叫不带闪现了。你说他都不带闪现，我带个屁闪现呀！有什么好闪的？我不打团，他打团，他不用闪现吗？我也有意义啊。
他单带英雄，我把他打废，他不就带不了了吗？他咋单带呀？他可以不打团，那我也可以不打团啊，我就把他打废就完了呗，他还单带啥呀？咱俩就带去呗，你带我也带呗。上把我都后悔了，我都后悔跟他们去单带去了，不是单带呀，后悔跟他们去打团去了。这边他敢出来，他直接就死。他只要敢不没有盾，他还敢出来玩，我们就必杀他。但他要有盾，不好杀了就。9秒钟以后可以杀。但是他太猥琐了，他没有盾，他不上来。点到为止。骸骨救了他，骸骨救了他，没事，他一样亏，无所谓的，不打拉倒，亏吧，你就慢慢亏，我看你亏了多少波，你最终能打不过我们。差点钱。烫死了，漂亮，这个平 A。 哇，塞拉斯，塞拉斯猛啊，拉斯就是对面下路支援的太快了。哎，蜘蛛！哎，我有点怀疑这个青钢影的传送是坏了吗？他什么时候传过送呢？他没传送过呀，他怎么传送一直不用呢？就是玩儿。
点烟，它有传送，它什么时候传送过呢？这把总应该俺们 C 了吧？这种应该无敌了吧？哎，我这么半天才杀他两回吗？不应该呀，我应该一直杀呀。我这是，我记得我杀疯了呀。我这十一分钟三下，怎么才能杀了两个人呢？才2-0。满状态，我没拦他都不敢杀。你问问他敢不敢？英雄联盟讲究技能的兄弟，他一共三个技能，他刚才平 A 他都 A 不过我征服者。这蜘蛛准啊，这都能 E 得到啊！哎呦啊，老蜘蛛！可以打，峡谷先锋。来，你打峡谷，我去中路，把他们家中路的线给他拔了，中路塔皮给他吃他一层。飞吧，我马上去下。哇，这塞拉斯像个战神，塞拉斯，猛啊拉斯！我马上到啊，拉斯，给我注意了。吃狗屎！来扫一下，看看他们家人搁哪啊？把这个打了。把蟹收了，小龙拿了，主拿小龙吧，我就不去那蓝 buff 了，那蓝 buff 可能有人儿，去那蓝 buff 不合适。来，一人一狗。来，那王八在三郎，快！来吧，拉丝，就把死，老大，套点盐，转起来，是，蓝 buff 打了去。AD 旁边可能有达，不对，可能 AD 旁边有那什么，有派克，我们不上。不敢上，没事。哎呦，快追！闪现！中路交闪了。太勉强了，这么勉强打我，190，行吧，就来这个。这个是多少的减 CD？ 15%，28%。其实我想要一个黑切的，就是黑切有点贵。塞拉斯确实比对面的中单厉害太多了，真的。
저게 업체들을 파괴했습니다. 有红吗？没有红，回上路。 队友在帮我蹲，我们勾引也不是，但我估计不能来人，谁也不能来，没有人来，他们家，哎，青钢影来了，别着急啊，好大。 不着急上啊，别急，刚才我没想打到青钢影，怎么 Q 青钢影了呢？但可以见得啊，这个青钢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大甲猴了开始。等一下，可能扎克要跳。 跳就踩，我可走了啊！我可没有蓝了，我撤了。你不用传，你传我也走，你传我也走，我不可能回头，爱谁归头谁归头，我不可能回去，谁再去谁去。蓝他妈不够用。 猴子怕的英雄啊，猴子比较烦蓝博，哎，这蓝博也不是那么特别难打，就是还好，算还好。猴子怕狗熊，武器大师，铁男一般般吧，不算太怕，还凑合地儿。 主要是武器大师狗熊、石头人、王八、啤酒人这种的，俄洛伊、狼人。 这都有，这都不好打，没几个好打的。他不是单线英雄，这英雄不是打对线的，对线不厉害。他不像那刀锋、青钢影这种的比较灵活，好血也比较猛。 46滴血，怎么会差一点呢？还这能差一点血？可恶，都是跟你们说话，把我害死了。本来我一把都不用死的。 我点烟没好，点烟差一秒，跟青钢影打之前是5秒钟 CD， 最后差一秒。
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실수해서배우는법칙적의억제기를파괴했습니다난언제나지내고있습니다탑을파괴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적의억제기를파괴했습니다승리음我不想吃香蕉。行。转山。